And I brought something for you as well. Thank you. 谢谢谢谢 That comes from a shark's mouth. Thank you. Wow. 这是鲨鱼血吗？留在上面的吗？哦。就是希望我们保护动物。你是怎么发现它会这样子有这种功力的？每天我和它培养感情，首先要它才会跟我做各种各样这种游戏。捉迷藏。对。你这把哨子是特殊的哨子吗？不是，是普通的。就普通的哨子。对。那如果换一个人，比如说我要在这儿吹，我也能把它吸引回来吗？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之间没有感情。人类和动物之间的情感往往会集中在那些和人类比较亲密的动物之间，但是有那么一些动物长久以来一直在人类的恐惧的黑名单当中。人类一想到这些动物往往产生的是恐惧逃避的心态，比如说鲨鱼。跟这样的动物之间，人究竟能够发展出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位挑战者不可能的挑战项目。可能，大家好，我是雷月，我现在正在位于加勒比海的巴哈马，因为清澈的海水，这里成为了世界各地潜水爱好者的天堂，同时也是鲨鱼的天堂。有一个人将会对鲨鱼进行挑战，当然这个挑战者不是我，而是我身边的 Christina。 Christina 是一位潜水教练，她有21年的丰富经验，然而今天她将挑战的是鲨鱼。Hi Christina， 你今天的挑战项目是什么？ I'm planning on putting sharks to sleep。 Wow， unbelievable， 不可思议。她说她今天要催眠鲨鱼。今天我们面对的鲨鱼大概会是多大？ About a meter and a half to 2 meters. Wow. And there will be about 10 to 15 sharks. Wow. 10 to 15. 现在 Christina 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因为她已经预测到我们现在船的底下有一大群的鲨鱼，而且我可以看到她身上是重达20磅的这个防鲨服，这个是全钢制的直指甲，它可以防止在鲨鱼靠近的时候意外的发生。Good luck. Thank you. Christina 已经下去了，到底 Christina 将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完成挑战？我一会儿下水就告诉你。我走了。Christina 和我们的摄制组成员已经潜入了海洋深处，她必须在有限的氧气供给时间内寻找到那些野生鲨鱼并完成挑战。天哪， Christina 已经被鲨鱼包围了，现在唯一能够保护她的就只有她身上的防鲨服。今天将要进行的挑战项目是将鲨鱼催眠并垂直立于掌心，她必须坚持至少60秒。Christina 现在正在寻找催眠的目标。他不断地抚摸鲨鱼。
断的抚摸鲨鱼，让它慢慢的安静下来。难道它已经被催眠了吗？第三次尝试，鲨鱼看起来睡得要比刚才沉一些，应该可以了。哇，终于成功的立起了鲨鱼，但是只坚持了22秒，氧气也即将耗尽。 Christina 只能再次尝试一次，出于安全考虑，之后她必须放弃挑战，返回海面。好的，她成功的揽过了今天的最后一条鲨鱼，他是否能够抓住这次机会，成功的挑战不可能呢？在 Christina 的抚摸下，鲨鱼一动不动，好像已经睡着了。眼珠白了，眼珠白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极为专业的事情，绝对不要轻易模仿。今天我们看完了挑战之后，一定要把挑战者请到我们的现场，让他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此不可能的挑战背后究竟奥妙何在。掌声有请挑战者。哇哦，
这身装扮一上来之后，完全让我们眼前一亮，另外一种风格。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My name is Cristina Zanato. I'm originally from Italy, and I've been living for the last 21 years in the Bahamas, where I've been working with sharks for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我会在荣誉殿堂等着你，祝你好运。Thank you. 所以我们还是很好奇，那个一分钟啊，六十秒的时间，到底您做了些什么，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效果？It's the person and the shark need to have a connection. The shark needs to want to be pet. And then once the shark is nice and relaxed, you just pick her up and then you turn her. And in that moment, she's just relaxing to your hand. So she's in a kind of like a sleeping state. 她在抚摸她的，摸她的 certain part of shark. Is that pretty important?Yes, it is. You want to touch the more sensitive part, which is the head, but you don't want to touch the too sensitive part, like the eyes. Oh, 那在最初开始的时候，难道没有任何恐惧吗？I've never been afraid of sharks. Wow. I always loved sharks. and I wanted to be the spokesperson for the sharks. I wanted people to see.What I saw in the sharks and how beautiful and in danger they are. I do have the footage of having removed the hooks from my sharks. So this is the final time. It took me about 30 minutes to convince the shark to stay. She has a hook inside her throat. Oh. Then I open her jaw. Obviously, she doesn't like that. and so she swims away.After I remove the hook, now she loves to come and be pet. And she became my special shark now. I actually brought some of the hooks here that I removed from the sharks. I collect them. Yes.这个都是他从鲨鱼的嘴里掏出来的鱼钩吗 ？Yeah, these are all taken out from the mouth of the sharks. 哇，哎呦，我以为这个是你的首饰盒。This is my magic.没有想到他拿了一个盒子出来，然后我在台上就已经喊了一句了，首饰盒、啊、打开以后发现都是鱼钩，应该是残留在逃脱的鲨鱼嘴巴里面的鱼钩。And I brought something for you as well.、Oh. Thank you， 谢谢。That comes from a shark's mouth. Thank you. Oh. Wow. 这是鲨鱼血吗？留在上面的吗？哦、yeah. oh.。就是希望我们保护动物。其实我们一直觉得鲨鱼是人类的天敌一样，但是也有科学调查，2013年的时候，鲨鱼每年袭击人类致死是12例，可是人类捕杀鲨鱼的数量是多少呢？是它的几百万倍。哇哦！可能我觉得今天这个挑战项目它的更大的意义是唤起我们对鲨鱼，包括对海洋生态链的一个保护。收到了这样的一个鱼钩，作为一份特殊的见面礼，很有意义。它在提醒我们，人类可以停止对鲨鱼的伤害了。你刚说呢，你是鲨鱼的代言人，我非常同意。呀、yeah, ，我想把它称为是鲨鱼者。鲨鱼的鲨，语是语言的语。以前我从来没想过，人跟鲨鱼之间可以有个那么平衡的画面。然后非常谢谢你带来了那么多重要的讯息。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到鲨鱼。谢谢 Christina。Thank you。答案只有一个，能。一个又一个，他这20年来从鲨鱼的口中掏出的人类想要捕杀鲨鱼的一个又一个的鱼钩，我突然觉得这些就是 Christina 的珠宝。
对他来讲可能比珠宝还要珍贵。如果说珠宝只是装扮了我们的身体，那 Christina 今天展示的这些鱼钩向我们展示的就是一颗最美丽的女性的心。那今天对于你的挑战，我的决定也是能。You can talk shark's language. You just pass the basic test of shark. I say yes. Thank you. 21年的朝夕相处，克里斯蒂娜用自己的爱作为语言，缔造了人鲨之间超越生命的默契，实现了跨越物种的沟通。她是当之无愧的鲨鱼者。在这个舞台上，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挑战项目，它是需要人和人之间默契的配合来共同完成的。但是接下来这个项目同样需要默契的配合，但它不是在人和人之间，而是在人和我们亲密的小伙伴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小伙伴？有请挑战者出场。真棒，你真棒，你这哎咋咬人呢？咋亮咋亮，他会嗑瓜子你们知道吗？你叫什么名字？你从哪儿来？你来挑战什么项目？这是我们今天的挑战者之一。当然我说了，因为我们的挑战项目啊，是需要人和他的小伙伴共同来合作默契完成。他嗑瓜子嗑得真开心呢，所以我们还要请上这个他的小主人，好吧？来，掌声有请小主人上场。他只认瓜子，哎，哪有瓜子他跟谁好。你看他已经不听你的命令了。你这样，你先让他吃会儿瓜子，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大家好，我叫郑雨欣，来自山西太原。这是你的小伙伴，他平时听话吗？听话。我怎么觉得他今天有点不听话呢？他今年多大了？1岁。鹦鹉能一般能活多少岁啊？60多年。他都长这么大了，那他到60岁他不得还有他能长到1米，跟我一样高啊。你跟这个鹦鹉在一起多久了？1年多。一年，是你训练他吗？是。你背后有人教你或者给你提供技术支持吗？是爸爸，爸爸是鹦鹉园的技术员。你告诉大家你的这个小伙伴他要估摸你，他要为我们带来的这个挑战项目是什么？在看不见我的情况下，他要从20米高的地方上飞回来找我。哦，就是鹦鹉识途，鹦鹉识途。我们今天的挑战非常的严苛，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挑战规则。鹦鹉将在看不见的情况下被送至距离演播厅350米、高34米的塔顶。在听到挑战者发出口令后，鹦鹉需要在5分钟之内通过挑战者的哨声指引飞入演播厅，最终落在挑战者的手臂上，即为挑战成功。一共有2次挑战机会。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下，鹦鹉能够挑战成功吗？好了好了，我们看到了，你们已经到达塔顶。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由现场的挑战者来发出口令，你就可以放飞鹦鹉了，明白吗？好的，我们这边知道了。现在我宣布挑战开始。
放飞。真好，去哪儿了？哨声响起之后，鹦鹉迅速飞向演播厅的位置，但在演播厅上空盘旋一周之后，鹦鹉却消失了。外面的团队能够看到鹦鹉目前在哪儿吗？现在看不到，只能听到它的声音。能在演播厅的房顶上呢。我总觉得他随时可能出现。看到了吗？没有没有，坐在上面刚才那个地方。哇哇哇哇，他在找声音，他在找声音，没问题，继续吹。完了，他被玻璃隔住了。那口哨的声音很尖锐的，超过一半我们普通能听到的声音。也许鹦鹉能听到这个声音，能找回来。也许因为录影室里边有很多电子的设备，这个哨子的声音就有杂音在里边，他听不见了。他在听哦，你看他表情。但他不知道去哪里，可能。对，现在这鹦鹉啊在观察形势。鹦鹉就停留在距离挑战者20米的演播厅门外，挑战者郑雨欣也始终没有放弃吹哨。5分钟过去了，鹦鹉依然不为所动。别先别吹了，把孩子再累着。待会儿以前出现过这种情况吗？也有时候有，几率很少。来，掌声，我们请回我们的挑战者。确实最后这么10几米的距离，但是没关系，瓜子还是有的。但是我要遗憾地宣布，第一次挑战根据规则挑战失败。他不吃了。真的吗？他把所有的，对，他把我的瓜子叼过去就扔了。他自己也知道失败了，是吗？你看，真的，他不吃了。哦，你看，不吃了。不吃了。叼过去以后就扔掉。你看，他不吃了，不高兴了，很失落感。规则不是我制定的，如果是我制定的，我就把它改成只要鹦鹉能听着哨声落回到我们演播室门口的玻璃板上，就算挑战成功。但是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的规则是有2次机会，我们将按照刚才的程序再来一遍，我们相信他一定能成功，好吗？好。
对小主人的信任和大家的期待。鹦鹉能否调整好状态，成功完成任务呢？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挑战开始。五、四、三、二、一，放飞，放飞。像期待着凯旋的英雄一样，呜呜呼呼呜呜呼呼。我宣布挑战。你这样，挑战成功了，我会在荣誉殿堂等着你和这只可爱的小鹦鹉，祝你们好运，加油！加油！雨欣小妹妹你好。你好。你是怎么发现她会这样子有这种功力的？每天我和她培养感情，首先要她才会跟我做各种各样这种游戏。捉迷藏。对。你这把哨子是特殊的哨子吗？不是，是普通的。就普通的哨子。对。那如果换一个人，比如说我要在这儿吹，我也能把它吸引回来吗？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之间没有感情。哦。我很羡慕你有这样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成长的一段时光，可以和你喜欢的动物在一起。但是我一始终认为，也许有可以鼓舞我们的精神、激励我们意志的一种表演，可能才可以真正踏入荣誉殿堂。抱歉，不能。呀，我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带鹦鹉去表演赚钱？没有。OK， 雨欣，你回答了，我非常满意。我的决定是，能。谢谢。我的决定是能。啊，谢谢。我们有请郑雨欣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从鹦鹉出生开始，郑雨欣就和他朝夕相处，他们用信任与爱成功地挑战了不可能。愿小雨欣与鹦鹉共同成长，恭喜他们进入荣誉殿堂。